我现在有点慌乱了，因为我第一次来参加。第一次来参加会光明会特装，然后我刚来的时候居然忘记带电脑，所以我刚刚冲回家拿。好，今天要提的是那个现改现实批哦，这是那个现饼厨房的系列专案之一。那我们就是希望用短片的方式来讲六大相关的比较现在比较可能跟我们有关吗？有关，然后但是被人处理的议题，大家都搞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哦。所以这些短片会采访六个人，然后这是战神那个黄国昌老师，他会谈选制。好，这是我们昨天已经拍的访谈。好，然后还有这个苏月图老师谈独步全球超高门槛，然后这个亮福特老师谈那个单休那个同一权不 OK。这几个题目听起来都很冷，对不对？而且都觉得好像搞不清楚，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后置，然后我会想象是会动的那个 infographics， 所以我们要真的是会动的 infographics 制作。那有一些数字啊，有一些概念的图，我们希望它是从图表变成可以动也可以不动哈、哦，那就看我们可以征到什么样子的人，然后还需要因为我们拍了大概每一个人大概拍了30分钟，所以会有逐字稿打逐字稿的需求。那上一次太阳花学院的时候，有一组人他们后来做的是分散式打逐字稿的这个界面，那这个界面在 coverbatim.com 好、哦，那这个是上之前俊宇的专案，那希望这个是开源的，所以希望今天也可以看怎么样把它修改一下，然后可以用在这个逐字稿的这个上面。那所以 UI 或是那个后端都征求，然后再来是征求剪辑，就是把一些 NG 画面，比如说有人在偷笑的画面剪掉。好，所以这三个，那欢迎大家来跳坑。那姓名厨房刚伊莎贝有讲，那我大概还是讲一下，我们有翻译计划，还有平面的懒人包哦，然后还有刚刚讲的县民厨房，那还有几个是宪法相关、选制相关的游戏，好、哦，然后还有动宪法。那这整个专案群都欢迎，有兴趣的话欢迎来跳坑，坑坑坑。哦，那个网址在 CC Kitchen Hack Folders。